走，快点，别动，别动，快走！快走！ 干农活干累了，再睡一会儿。哎，老总，坐，好什么劲吧？床底下藏什么人了？老总，您真会开玩笑，这床底下哪能藏人呢？叫他出来。 真没人，哎，老总，咱别激动啊。行，没事，是长官。哎，长官，这是我妹子翠花，是这样，我妹子呢在东家那儿呢当丫头，我们东家看我妹子长得漂亮，平时没事总对她动手动脚的，所以我这个当哥的挺担心的。 误会了，八嘎，八嘎，没什么情况。咱们就走了是吧？蔡大夫，蔡大夫，我说过，看戏不许打扰。这事儿你们单独谈，这事儿我管不了。 怎么，要是家里有病人了，我看你们呐，还是把我的规矩弄清楚为好。走吧，别影响我看戏啊！跟我们走一趟。凭什么？我说，蔡大夫。 我也不给你绕弯子，我们啊是武工队的，想请你救个人。武工队又怎么样？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不能破坏我的规矩。我呀，有三不治。
我就说过你那有问题，还有什么话说？继续搜，长官，既然都不是，还待着干什么？待着，这是个雷准。你懂什么？带回去给冲田长官看看，让他知道我们没有闲着，也让他知道杀掉这些人毫无用处。明白。神仙和小爷呢？不知道。报告，我们也少一个人。八个，出事了。搜，搜，搜！开诊所就是为了挣钱，没钱不治。还废什么话，直接绑了我！老陈，哼，都知道你们武工队是抗日的队伍，不会欺负老百姓，只有土匪才会绑票。蔡医生，你知道你要救的是谁吗？他是我们武工队队长王亮，他可是个大英雄啊！这版本就是被他给杀的。王亮啊，那可是个大英雄啊！啊，版本杀得好啊，杀得好。不过，这规矩也不能破。你要是不帮我们队长，你就是汉奸。医生，怎么会是汉奸的？你不救我们队长，你就是帮鬼子，帮鬼子就是汉奸。好嘛好嘛好嘛，你们现在是给钱，我也不治。为什么呀？我三个不治的其中之一，就是心情不好，不治。蔡大夫，你可以不救我们王队长，但这小鬼子可知道我们来这找你了。一会儿他们可就到了，我们的确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但等他们来了，可就不知道会把你怎么样。你最好现在立刻离开这里。行了，别废话，让他死这儿得了，咱们走。小鬼子和特务上来了，你可千万不能出门了。
是蔡达吗？是我。听说你要为武工队的人治病，他们是找过我，可我没答应。太好了，杀了他。为什么杀我？因为你是医生。我是医生就要杀我吗？还有天理吗？所以，下辈子。 没时间了，王哥，不用回来救我了，你快走！胡言，文远，带着队长先撤。老程，
你留着也没用，没有我你留下。要死，我也得跟美兰死一起。胡哥，走，不能把他们俩留着。胡爷，队长最重要，走，快走，宝荣，走。 已经死了，你先去找胡律，赶紧把文来送过去。那你呢？我去救老成。哎，那你不能一个人去啊？王队长不会放下任何一个兄弟的，这是咱们红队的规矩。而且我会安全回来的，记住你的任务，保护好王良。放心吧。走，王哥，你快走，放走陈猛。 美兰，我不会走。你傻了吗？我和加藤同归于尽，为啥要打你一面？林美兰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能不能一刀杀了我？如果不能，你们都会死得很惨的。加藤，我这把刀非常快，只要我轻轻一划，就能割破你的颈动脉，到时候。 看是谁死的比较惨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放他们走。你没有必要和我同归于尽。这样吧，你放了我，我放你们走。美兰，千万别相信他的话，只要你刀离开他的脖子，他们就会开枪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与其死在林美兰的刀下，倒不如来个痛快的。 机枪手，准备。我数三下，如果林美兰还不放下刀，就把我们两个和程猛一起打死。一，不许向加藤长官开枪，只要数到三，直接打死程猛。二，加藤。 我不相信你敢跟我们玩命！三，加藤，猜到了是你薛爷爷来了吧？对我来说，你现在就是个露出来的活靶子。程猛，美兰，你们走，别放他们走。加藤，你是想脑门上多个洞吗？我放走他们，你一样会开枪的。我保证不开枪。 放他们走，我也走。这次不杀你，我信你的枪法，但是我能信你的承诺吗？我薛定天的承诺比枪法还可靠。叫你的人都退后。程猛、美兰，你们快走！放他们走。 这一枪，你还不走？也别害怕，我说话算数。这个距离我可以用子弹帮你解扣子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冒险。 别开枪！ 保证加藤长官安全，让你的人都退后。我退后，加藤长官，退后，上。 转播选取。米兰，你过去找大虎，蔡大夫需要帮手。你呢？我留下来接应老薛，快走。好，你小心点。
你就是蜈蚣队的狙击手薛一枪。 手中无枪，我不欺负你，让开。Yes，你刚才说的很对，一个好的猎手，最重要的未必是枪法，而是等待时机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指套。原来这个薛一枪根本就没有右手食指。那他是怎么设计的？这个薛神枪靠的并不是手指，是心。蜈蚣队。 果然不同凡响，难怪版本和将军阁下会意。我们本来已经发现了王亮，但是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圈套。薛一枪出现的时候，我也刚刚到。什么？先生，那你为何不早点杀了薛一枪？我是想要看一看这个神枪手。 到底有多深？可惜他跑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正常人的手指被砍掉，都会有一个剧痛反应期，我就会在这个剧痛反应期里面找机会斩杀他。可是没有想到，这个薛一枪根本就没有实质，一点痛感都没有，甚至可以马上进行反击。 短短的2秒钟，他就躲过去了。哼，绝对是意外。鬼子没追来。老薛，你手指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一个指套，找机会再作用。哎，老薛，你指套到底有什么故事啊？ 平时你从来不告诉我们，今天跟我们说说呗。当年我和一个鬼子狙击手对决，我们俩在一片密林里缠斗20天，到第21天的时候，我们都沉不住气了，不想再藏了。结果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直接对决。结果咋样？也许是长期的饥饿感跟精神的高度疲劳，他误算了风速跟风向。 结果，我的手指没了，他的脑袋上多了一个洞。刚才那个鬼子让我想起了当年那场对决，他比当年那个鬼子更可怕。他用刀甚至比用枪还快。用刀永远不可能比用枪快，他肯定是精确计算了和判断了距离。从他启动出刀到你扣下扳机，这个时间差刚好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和老薛一样。 都是最擅长把握时机的狙击手，幸亏你们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肯定死在他手上。那倒不是，还是多亏了这个假手指，否则在剧痛之下你根本做不了第二反应，他们的刀已经夹到你喉咙上了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应该感谢当年那个神枪手了。行了，咱们先去和队长会合，上。
你先去探路，马上回来。冲田先生，不用说了，刚才苗月已经在这里出现过了，这说明你们已经失败。我的确是高估了你们的能力。那个叫才达的医生在哪儿？对不起，冲田先生，我们去了西院，才达已经被我们杀死了。这个王亮要动大手术，他们不但需要设备、药品，还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。你们说？他会去哪里？医院他们不敢去，他们只能去诊所。其他的诊所什么情况？我们已经关闭了所有的诊所，抓了所有的医生，王亮只能等死。难怪你们斗不过武工队。我才来了一天，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。这个武工队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。记住，一定要挨家挨户的搜查。哎，加藤，你马上带人去搜查金东城里所有的旅店药铺。嗨，现在有一个要求，只要发现武工队的人，务必要把他们全部铲除。来办个新吧。没有好转，必须尽快救治。王队长因为重度昏迷太久，如果不能尽快的给他输血，就危险了。那怎么办？美兰，你就告诉我还能坚持多久？我们一定要在今天晚上出城，跟咱们的医疗队接上头。不行，现在城里到处都是鬼子。要不，我看咱们闯过去吧，啊？虎爷，硬闯肯定不是办法。你别添乱了。不，那都到底咋整啊？我有一个想法。每家店面都要挨家挨户的搜。嗨，搜！他们绝对跑不掉。陈猛负责找车，咱们想办法去把鬼子引走。我露面把他们引开。不行，虎哥。咱现在不光是引出鬼子，最关键的是让鬼子相信，咱们是带着队长一起走的。我去绑个鬼子背着，他们肯定上当。我觉得主意倒是挺好，但是就是太危险了。这么做确实有点冒险。哎呀，冒险就冒险呗，不就是拼了吗？记住，虎哥，千万不要跟鬼子硬拼。咱们的目的是带队长出城，老吴会在城外接应。我和狐狸扮作军医，以防万一，咱们天黑行动。喂喂，冲田先生，发现他们，巡逻的士兵正在抓捕。今天晚上他们都要死。哎。
武工队其他人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保护王亮啊？他们去把你们引走，没想到你们真来到这儿了。那个就是王亮吧？你使的是什么刀？斩鬼刀，专门杀你这些狗娘养的小鬼子用的刀。对于使刀的人，我都会给他机会。让我看一看你的刀法。神力！
吉祥掩护。 想望着月牙，却要相望于天涯。